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军旅人生。虎鲸一种大型齿鲸，嘴巴细长，牙齿锋利，性情凶猛，善于进攻猎物，堪称是海上霸王。在辽宁省军区的两栖侦察营，战友们都把特战老兵秦有富称为是黄海虎鲸。他虽然没有像虎鲸那般拥有一个庞然身躯，但是他却拥有着一身虎鲸的霸王之气。9年的军旅生涯，他从一个上不了船、下不了水的旱鸭子，成为黄海前哨群体中的一把突击利刃，在磨难中立成了如今的黄海虎鲸。我是秦有富，辽宁省军区外长山要塞区两栖侦察营潜水排排长。满脸络腮胡，训练就拼命。别看我是湖南人，浑身上下却有种东北虎的狠劲儿。所以，队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大虎子。1959年，我先后10多次参加各类军事比武竞赛，次次得奖，先后被辽宁省军区评为特战尖兵、侦察兵技术能手，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。入伍前，我是一只旱鸭子，下不了水；入伍后，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两栖侦察兵，我努力学习武装求斗、深潜渗透。人们都说湖南人辣不怕，我是苦不怕。陆地上穿丛林、攀崖壁，我受了不止一次伤，掉了不止一层皮。海里面排水雷、捉水鬼，我的肚子经常被海水灌得鼓鼓的，脸被憋得直直的。但我认为，当兵就是来吃苦的，伤疤就是军人的荣誉。我就是黄海虎鲸秦有富。向前推，向前看，左前，立，右手，一，正常的时候向前走，训练，有顺序的正常。二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以上要求，同志们，重心走。撤，四步走。像这样的场景演练，秦有富所在的侦察营每周都会组织2次。别看他皮肤黝黑，面容粗糙，像个标准的粗线条，组织起训练来却是镇定自若，有条不紊。而要磨砺出这种性格，却花了他近10个年头。1985年9月，秦有富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大三那年，从小不安分的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，成为黄海前哨的一名守岛战士。当时也有同学劝我，因为你当兵的话，就得意味着放弃那个大专，继续读书，以后的工作不要放弃这些。当时心里面也想过这些问题，但是最后的话，我是宁愿自己后悔2年，也要去完成，也要去有这一段当兵的那个历史。然而，秦有富所在的部队位于黄海深处，虽有黄海前哨之称，却实际上是一个物资匮乏、生活艰苦而枯燥的小岛屿。每天除了训练之外，还要去下地。然后下地去锄地、去种菜，然后去喂猪。我比较向往的就是特种兵的生活。和想象中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完全不同，秦有富的满腔热情也逐渐消退。然而，就在他打算就这样混到退伍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他眼前一亮。
和班长还有几个班里面人去菜地去种菜，然后去这时候班长一句话是提醒我，就是班长告诉我了，说这次侦察营过来去挑兵，你得把你既然想去你就现在就赶紧回去。保国天破秦有夫入伍前是学校的体育尖子，几乎是逢比赛必参加，逢参加必拿奖的体坛风云人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秦有夫觉得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他二话没说赶紧跑回连队递交了自己的申请书。那时候我是各项军事素质还是比较突出的，都是在班里面名列前茅。不久侦察营的公示出来了，秦有富如愿以偿成为了侦察营集训队的一员。很快紧张的训练马不停蹄地展开了，负重奔袭、攀登以及散打，秦有富凭借自己良好的体能训练如鱼得水。像特种兵一样练的技能，这块感觉非常好。眼看着马上就能成为一名正式的侦察兵了，他更是卯足了劲儿，狠狠地练。然而，就在离考核只有一个月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在一次散打训练中，我那个手撑地撑了一下，然后导致胳膊的耻骨和桡骨骨折。当时就是嘎嘣一声，别人听不到，但是我能听到那个声音，很脆很响。当时感觉，当时这个手就不能动了。这对于信心十足的秦有富来说，无疑是个打击。我就心里面就对自己有一种压力了。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淘汰似的。战友们都劝他回去休养，明年还有机会，可这意味着之前付出的血汗都要付诸东流。那时候就压力也是非常大，感觉退回去了没面子，你绝对不能退回去，所以说那时候也以这种一种心态去要求自己去训练。如今接受采访时，秦有富说得很轻松，可当时他却承受了很多难以逾越的痛苦。拎水啊，搬水啊，洗脸啊，这些都完成不了，所以说一切，那时候一切动作都是靠左手来完成，左手右手的话根本就使不上力，帮不上脑子。那时在战友们的眼中，秦有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怎么可能去参加考核呢？面对质疑和否认，秦有富依然咬牙坚持着。从简单的开始，就是从简单的单练右手是利用那个手握的那种握力器开始，慢慢练五指的那个伸张的自然活动的那种能力，然后慢慢的去适应。就这样，秦有富最终没有被淘汰，而且渐渐跟上了训练的进度。本以为迎来了自己的春天，可是没有想到恢复训练后的第一个科目却让他再次跌到谷底。要想做一名陆地猛虎、海上蛟龙的两栖侦察兵，潜水是必备科目，而对于秦有富这个陆地旱鸭子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。到海边以后，感觉大海深不见底，踩不到底，然后感觉就是大海就是一个无底洞似的，就这样就是感觉就是，首先从心理上就没有战胜自己。整个程序。刚刚恢复训练，所有人都看着秦有富的表现，他琢磨着。之前这么大的苦都挺过来了，自己绝不能在这儿丢人。压力表啊，先测一下气压，测完气压。我必须先学会，不会的话，你又在侦察营不能立足。哎，想到有的时候想到这个，所以说就必须得学会。一遍不行，再来一遍。那段时间，秦有富天天与大海为伴。上午四个小时，下午四个小时，都是泡在水里面去练。当时那时候是晒，
太阳大呀，因为在海边盐水，然后整个身体晒得乌黑，晒得乌黑以后，后背就是后背脱了好几层皮。在喝了不少海水之后，秦有富越来越高兴，因为他的动作也逐渐开始熟练了起来。动作的标准主要是在手脚的配合，手上动作和腿部的动作要配合，要协调。一个动作重复，重复的练，只要练得多了，然后是慢慢，就会改过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秦有富凭着顽强的毅力，一次次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咬牙通过了五次残酷淘汰，最终实现了梦想，成为了一名两栖侦察兵。水下克木遇难题，他如何突发奇想巧妙化解？水深17米，呼吸器故障，他又能否完成任务顺利夺冠？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，秦有富，黄海虎鲸。成为两栖侦察兵之后呢，秦有富先后有10余次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军事比武竞赛，次次得奖。2013年2月，秦有富又接到了一个大比武的通知，信心满满的他本以为这次也能够轻松拿奖，却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比武让他吃尽了苦头。接到大比武的通知，秦有富便动身赶往海南三亚，参加历任2013全军特种部队比武竞赛选拔赛。这是全军特种部队组建以来兵力规模最大、科目内容最多、持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比武竞技活动。虽然这是秦有富第一次参加全军性比武，可当时的他却信心满满。心里面对自己也有一点信心，因为这方面的话我有底。海南三亚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，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潜水，想想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。但是现实情况却和浪漫远远沾不上边儿。只在电视上看过三亚风光的秦有富，想着这次既能比武拿奖，又能旅游一番，心里美极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现实情况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。比如说是在水下搜索目标，因为在水下嘛，就像一个黑屋子，把灯关掉以后，人在里面很迷茫。到水下以后，你搜索就是看不到目标。集训队要求在模拟实战背景下，在水深20米、3级海况下完成水下渗透、水下破坏、水下破障、水下射击4个考核科目。最大的难点就是找不到目标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难点。因为在水下的时候，这个目标水下的目标区域，它这个范围非常大，而是目标非常小。不仅如此，现场环境更是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因为水浑，人家都在，有时候人家都在2-3米，这样的话根本就看不着那个浮球，所以说这个来说，对我们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。1、2、3。在海底潜水相当于行走在一个漆黑狭长的幽闭管道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内心的恐惧感也是秦有富需要克服的。我们认为是海军海特和那个南特，他们实力是最强的，因此在因为我们平时看他们训练呢，每次成功率都比我们高。看到别人的训练成绩，秦有富觉得自己太丢人了。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，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想问题，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每天都在想。那段时间大家几乎在岸上看不到秦有富的身影。
每天是泡在水下，感觉是接触不到阳光，但是我们上岸以后，那就感觉出水的话，感觉身体啊晒得非常黑。一节军事地形学课上，金有富看见战友拿着圆规画图，他突发奇想，能否利用圆规的原理完成水下破坏呢？上升到一定水位后，把那个浮球，然后是拽回来，就拽到我们头顶，拽到头顶以后，然后利用手中那种比较充足的绳子，然后采取圆弧形搜索。第一次没有搜索到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向前运行10秒、20秒或者20秒，然后再次进行搜索，直到搜索目标搜索到位为止。几番试验下来，圆规方式的确提高了水下破坏的速度和准确度。这次秦有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的体重是从156斤，整整减到是138斤。水下科目比赛时，沈阳军区参赛队二人一组，分成4台水下蛙人运行器，秦有富和队友乘1号蛙人运行器，担负整个编组的指挥。最具有挑战性的科目训练好了，秦有富以为胜券在握，却没有想到命运又和他开了个大玩笑。当潜行到离目标区还有200米的时候，我的呼吸器突然出现了故障，开始进水，吸一口气喝一口水，吸一口气喝一口水，一直在喝水。呼吸器故障，在水深17米的情况下，没有氧气相当于没有办法呼吸，随时会出现呛水人亡的情况。但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又不想放弃，所以我决定冒险。当时就靠着意志力继续向前行，当时我就觉得大脑开始缺氧，意识开始模糊。浮出水面就意味着放弃比赛，一口两口，金有富只有一个信念，死亦要坚持。我用手语告诉他我的呼吸器坏了，然后他把他的呼吸器递给了我，我们俩结伴呼吸。100米、200米，在坚持航行800米后，秦有富体内缺氧，体力完全透支，身体状态极差。队友看见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，于是一把将我推下运行器。如果我不上浮，那就等于是自杀。秦有富在17米深的水下摘下呼吸器，并坚持了5分钟，为战友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最终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全军特战比武的3名。他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服输，有一种拼劲儿，有一种韧劲儿，在任何面前从不低头。把赛场当成战场，把荣誉视作生命，秦有富那永不服输的劲儿，不甘落后的心，成就了今天的黄海虎鲸。为了有一天能夺得全军比武的金牌，他时刻准备着。人生没有捷径，为了梦想吃苦犯傻，我在所不惜。前不久，秦有富接到了他的家乡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常德军分区想要聘请他为今年的征兵形象大使，希望通过他军营建功励志报国的事迹，鼓舞带动当地的青年学生投身火热军营的热情。秦有富一度以为这是在开玩笑，说自己代表不了家乡，可领导却说，陆地猛虎，海上蛟龙，你当之无愧，家乡为你骄傲。如果您的身边有身在军营或曾在军旅的优秀人物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，欢迎您通过这些方式来联系我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
建诊室、打平台、抛家舍业，光头博士怎样吸引病患？过荆棘、走泥泞、另辟蹊径，光头博士如何大战细胞？《军旅人生》下期为您播出，李丁，光头博士战细胞。